社长开始，社长你开始。哎，讲话吗？对，唱歌。好了，其实我们绕境的第二天要来演不太一样的啦。昨天是走热闹路线，我们这是要今天走更热闹的路线，走感恩路线。对啊，因为在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呢，有一群人啊，默默哎做了一些好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感谢这一群人，感谢他们的付出。可以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站，我们要去台中。那这是一个身心障碍小朋友的一个天堂，一个天，一个地狱的那个地方。天堂地狱啊！早上都讲了，都讲了，都讲了。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天堂，一个孩子们。机构的去年就来信，希望透过闹着玩的力量，让整个社会知道说，啊，这些小朋友非常辛苦努力的在做学习，那我们一起来帮他们发扬光大，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利用闹境这个感恩之旅呢，啊，经过台中去拜访一下他们，啊，陪做一些饼干，哦，啊，他们还会拿出去卖，这样给他们一些哦自主的这个能力，这样。对对，所以陈木星要注意了，这个饼干做的是要卖的，不要现场又给他吃了，好不好？那要不要来赌一下？今天见面会会不会下雨？这下好，这我最期待的环节。今天气象预报说全台湾下大雨，我们赌我们自己是不是提供啊？对啊，我觉得不要。我跟你讲，彰化跟台南嘛，彰化我赌场嘛，对，台南你赌场，我们差五天了，看谁的赌场比较多。对，好了，那不然你五天先拿出来，还我什么事？这你就挺清楚的。条例已经过了，我已经离开了，我的主场过了。哎呦，马龙摩天没有延续了。哎呦，那你轻轻抱我走吧。那先来夸一下我们虾尾。对啊，看台风不收啊。阿伯买好啊。其实我也是怕掉之后闹境 2.0 啊，就开放网友留言想要我们去哪里，然后我们看哪里的人数讲的比较多，投票最多，对，我们就去那边，大家留言留起来，可以。然后会明年行程跟今年的行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还是这些地方，又要不要去感谢比天高，感谢那边，那代表我们至少还撑住啊，对啊，好，对。我们抵达了微笑天使的首座房。我们的话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协会。那当初创立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他高中念完之后，他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要就学还是要就业。因为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智能障碍的孩子，其实他在就业的路上他会比较困难一点，对，那就学的话其实也蛮困难的啦，但是你看现在部分家长都是双薪，所以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的孩子要去哪里。你待在家里面，第一个他可能会退化，再可能父母亲他可能就会很担心说我孩子可能会独自一个人在家里。所以当初我们就是结合父母亲跟老师，我们共同创立这个协会，那目的就是说让他们在12年国教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对，那这是我们当初创立的一个起源。那我们目前是有承接社会局的这个小作所的一个方案，那这个就是让就是他们在12年国教之后，这些学员他们一样可以延续好像学校生活一样，每天来这边8个小时，那他们有4个小时一样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比如说社区适应啊，或者是怎么搭公车啊，怎么买东西。那另外4个小时他们就会工作。对，像我们这边他们就可能会做饼干啊，也会培养他们的一些技能，像我们那边有一些那个小农，比如说那个这些都是他们做的吗？部分都是，不会是所有产品都是学员做的啦，因为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的品质嘛。那么大家可以试试看看，我们这边是专业西点师傅一起做的。那学员他们最主要在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做包装。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学员其中一个，好，因为他们要训练手眼协调跟写字，所以我们的每一盒礼盒里面，我们都会附这一张所谓的感恩小卡。那每一个全部都是学员亲手一笔一画写出来。
来的，很有温度哎。对，所以你看，这也有人会买这些他们所做的，然后来当他们的喜饼。对，喜饼。现场就有一对新人在挑选这个喜饼。你们好，我可以跟你们聊一下吗？可以，刚好来。他们，你们来吃喜饼，怎么会特别选到这个地方来？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直想要找公益行业，那因为我们正式也是算是公益活动，对，然后比较有哇有缘嘞，原来如此，一个善的连结连成一个爱心嘞，哇，那你们有选婚礼歌手了吗？哎，选礼品要选婚礼歌手，你很坏哎。那有缺主持人吗？不是，人家现在来挑喜饼的啦。啊，有挑到自己喜欢的款式吗？我们还在看，还在看哦。那你们来这个选喜饼是可以试吃的吗？可以，可以。等一下会让我们试吃。哦，这样子哦。我可以帮你们试吃。哦，那真的是。你就尬哎，那个。好，那试吃小天使来。那你试吃起来，按你唱那个谢谢你送给他们。好，谢谢小朋友。走你旁边比丘比下到还要安全，我的缺点多过我的笑点，你却说没有酸的就不甜。口味怎样？啊，他这个是带有奶油味的巧克力曲奇饼，旁边呢还沾这个浓郁的巧克力，上面再放一点杏仁脆片，还有一点南瓜子，再有一点果子的香气，瓜子的香气，瓜子的香气，有香气吗？没有，上面有撒一点瓜子啊，浓郁的巧克力，不会太甜哦，因为它这个酱只沾一半。也没有问过别人到底干不干，我笑了，我笑了。什么时候的你们再闹下去，这一队就要劈笑了。还有我笑了，真的好难哦。婚礼歌手，他们个子，他们个子。好，那你们慢慢挑好了。好，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快乐。谢谢你们的爱心啊，谢谢啦。我们安排先就跟楼上的学员一起来，看你怎么制作饼干，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制作饼干，好不好 ？OK 了，那我们上来看看。OK， 好，我们一起来跟学员 PK。好。你们在做饼干啊？对，可以教我们吗？可以，可以哦，好，谢谢哦。消毒一下哦。好，消毒。称重哦，我66公斤啊。我六十在哪一区？这是我们称重的。称重。这边是搓圆的。哦，搓圆，我要搓圆。压模，那我压模。姐姐可以来压模。搓圆不错。漂亮的姐姐去称重。你不是？哎，你们看哦，他们其实就是两种口味，对不对？然后前面这边呢，先把重量给称出来，放到一个标准，然后之后呢，就会来后面。哦，这个打磨了，再压饼干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再拿进去烤，这样。哎呦，哎，不错哦，可以哈，可以哈。对，然后要去压磨了，就对了。对，中间先压，中间对，然后再两侧，两侧再上下。你可以敲。对，哇，厉害，好，然后起膜拉起来，平平的，不要看，直接拉起来。啊，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不容易哦。对不起，我被辞退了。不是不是，要吃，然后把它拉起来。来，用哪一个？喂，喂，哦，有了耶！这是螃蟹吗？是天使先生。我想的是螃蟹啊，不好摘。这样子，把它吐起来就对了。藏起来。你看，哎，哇，耶！啊，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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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他教我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小智。小智教我的。会不会很辛苦做那么久？不会，不会哦。嗯，你想这做这好辛苦，偶尔就要摸鱼一下。对呀、啊。可以稍微摸鱼休息，我们可以到旁边休息一下。不行，妈妈，请你赶快工作。要赶快工作。对，我这边已经弄好了。我在教他工作的诀窍。你找到新工作了，对，搓圆。捏泥巴，我们这边比较简单。要做换三个。太简单。是人家帮你做好了。给我做一下。这里只有我生存的空间，太厉害了。
负责吃比较适合一点。我可以负责运送面团。所以这边大概都是几岁到几岁？这边大概都是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来到这边接受服务。对，那所以现在目前的话都是在20-30岁以内，20到30岁。对，是的。所以他们卖的饼干这个所得之后是会怎么运作？这个所得的话呢，奖励会是入他们的奖励金，都等于是给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有成就感这样子。对，是健身教练的手艺，他直接压模就把他压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不好意思，再给我个机会。刚刚看到是谢谢，学习做饼干也学习温柔，没错，你缺乏的部分，学习温柔，学习温柔，这个不是很容易。来啊，加油！还有四个，让专业的，还有四个，超级漂亮！你们两个在干什么？让专业的来。啊，哪一个比较好吃？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你看，吃原味，吃原味的，大家不要买巧克力的。小智说吃原味的就好了。要买啊！不要在那边乱讲话啦。就还不就你乱讲话，要买。这个呢，也是让他们大概支持他们学习了将近一年，练习了一年，然后才开始上市的。哦，对，是练习。你的这些同事里面，谁最会偷懒？哪一个？跟我讲，哪一个最会偷懒？他不要回答这种了。他是我们里面的阳光大男孩，他会笑。刚好跟我一样，我是阳光沙滩男。幸会幸会。噔噔，你看，噔噔噔噔。哦，他会噔噔的，你看。太可爱了，很活泼哎，他们很活泼哎。真的。对啊，我们这一盘做好了，接下来要怎么办？那通常做好就拿进去烤箱了，对不对？对，烤箱在隔壁。哇，哎，进烤箱喽，小智加油，烤15分钟就好了。对，15分钟就好了。嗯，在我们那个年代，家里都会，妈妈都会接一些那种手工，在家里做，可以补点家用。小时候每个都会在家帮忙。哎，这时候一做会上瘾，你知道吗？你就是做，就是家庭代工。对，你就做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会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然后就所以这个年纪的增长，现在有时候比较成熟一点。喂，我没够。我可以，他说这个要力气，我跟你讲，力气我很。我会。不要逞强嘞，同学。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放我吃草就好了。要先把线都折过了，让你组合起来就比较好组。你看，你一个折起来很快，然后也很漂亮。然后我们的人真的，你看。不习惯啊，你看，对，不容易折，怎么样啦？现在不用客气我了。小耳朵就是这两个，我就跟你讲说，小耳朵是最后进去，因为小耳朵要最后，他要砍进去。这边都被老师骂，你看他，你看他们都被老师骂。我先去压模，因为那边要有人。先去搓面团，因为那边。对，我们两个向那边走，我们去那边。太好了。哇，要简单。哦，好。我们弄成完，终于有一个人完成了，恭喜。耶。好，没有美劳的天分，从小就这样子。看，要用力气，看到没？平常要练，懂不懂？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呐，然后我们的观众看了之后啊，可能会有很多人也想要资助，对，让更多的微笑天使可以参与这样子。那我那个资助的那个机构是怎么启动？我们有一个认购人方案，那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有捐款或者是做热购方案，他会比较希望学习，因为当他们有工作做，他的方案目的就是除了有奖励金，也能够透过熟能生巧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你刚刚讲的是认购的部分，那要怎么去认购？我们有分半年或者是一年期的，半年的话是2400，一年的话是4800，等于说就是假设我认购半年好了，那我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我们配送的点心。有常温的，或者是有就是蛋糕类的。这等于是一个长期要来我们购买的意思，对，让他们有事情可以做这样子。认购的里面的商品都是特别研发的。OK， 新的口味就对了。等于说你在平常在门市是很难吃得到。了解，对哦。那我们今天团队都来了，那个社长。
哎，那社长来，团队们，吃饭时间了，来，什么吃饭时间？那我们今天来了六位主持人，嗯，对不对？对。那我们一个人都认够一年份好了，哎，没问题。四千八乘以六啦，28800。28800。然后刚刚我偷听到那个我们的摄影师杜可峰先生，他这边呢也认购半年哦，所以他也捐赠了2000。2万4。喂，还有2000，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小小心意，谢谢。希望我们这个动作可以抛砖引玉，谢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啊！来，好棒，好棒，谢谢你们，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帮我一下吗？这个好，来，帮忙继续折哈，继续折，来。想好了，想，这里面 QC 不行哦，想，不要拍特写，不要拍特写，里面，哎，他这个砍不进去，可以啦，可以，一个错边的，错边的，都被学姐骂，没关系，哦，好，好了，哎。饼干好了，各位，饼干好了，好香，很香哎。那现在是大家感受一下，还是软的吧？对，还松松软软的啦。很烫哦，巧克力香哦，哎，香哦，香哦，嗯，好吃，好吃吗？好吃，小智，好吃，都是你，都是我，跟你一样的呢，没错，而且是你烤的，对不对？对，饼干是我工作啊。好，现在哈还是热热的哦，介于鸡蛋糕跟饼干之间，有，但是有一股温度，跟你们手一样温暖的啊，很有温度。我们吃的是一个心意，跟吃的是一个温度。啊，你得再包装啊，好，继续工作。要吃凉凉的吗？我刚刚已经请老师去拿凉凉的了，我都处理好了啦。我也请老师帮我拿一点凉的，喝一点凉的。听你们俩这样讲，我心都凉了。其实呢，像这样的单位呢，在我们全台湾来讲，在整个社会来讲，非常非常多啦。对。哦，那依照你自己的能力跟你的自己的范围，然后来做一个公益，做一点捐赠，我觉得非常棒啊。你看，我觉得饼干哦，还是要吃凉掉的，就会比较脆一点。不同口味，两个。这个就适合再来一点牛奶，对，哇，真的很配牛奶，它味道比较清淡一点，不会太甜。温度退了，但是温暖还在。那就好，对，暖心又暖胃。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加油，大家一起加油，耶，加油，大家做爱心的。这样，对，手放开，跑进去，稍微扶着就好。感觉很冒，人跟这种真的，不是我们不是有一种那在闯关的那电流急急棒，很怕痛到，这样有过关吗？有，谢谢。他不在啊，他吓一跳，这是我的老师，你没有看到吗？这是我朋友吧？哦，没有啦。他是我好朋友的，触鼻幽默，真的啊，他真的了。小智啊，内置通外置。下一站我们要去彰化大哥的主场，地主队，爆满了，感谢在地友人哦，对呀，是李掌博吗？对呀，还有拉力老板，终于可以吃现场。真的好久没吃，好想吃哦！好想吃。那你们那个肉圆是点什么意思？我也要吃肉圆。肉圆是送到拉力这边来吗？对。哦。还有其他。这样子好意思哦。好意思，真的。好意思，你们还不都点了？我要吃毒饮跟公牛血炖牛肉，它好炖吗？我怎么知道？拉力跟霸王，一口拉力。然后吃霸王，然后跟喝西瓜汁加柠檬。哦 ，yes。Yes， 彰化套餐。脏话真的是太高碳水了，你可以不要这么解开吗？不解开的话，我要听进去。最近实在是太夸张了，你看，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你还是留一点藕包比较好，把那个藕包早就不知道丢到哪了，好不好？你以前那么帅耶，你可以不要讲得这么客气吗？你以前那么帅耶，真的，我跟你讲，我昨天有四个裸体的女生在聊哇，你用力以前有多帅啊？为什么叫裸体？我不是在拍照，以前。
又帅又幽默又有梗，希卡很真心诚意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说你还是那么好笑，他说你留一点味真的太重，你把藕包，对，你把藕包拿一些回来。他说藕包对你是好事。他说我们不在意社长有藕包，他应该要拿回来。几年前就丢了，丢了一干二净了。不然你先试试看，从不要聊痔疮开始。对嘛，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聊了，现在是这位了，萍姐，因为他是新患者，就是被你传染了。我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有，就是他已经有小孩了，但还是帅。但现在我好不能被人家称赞，都很尴尬。现在不是。还是我那天去台东吃饭，那个老板还一直给我看你跟他的合照，哎，那时候还是帅。一直用还是两个字，你们可以尊重一点。还是会吗？那我也要讲一个还是的故事。就以前我都会去上辈子的时候，我就送机我老公，然后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拖行李过去，说：“哎，老公，那谁？那人好帅哦。”他慢慢的就走来我们那个 checking 柜台，就是他。哇！刚回来当制作人，然后瘦瘦，然后走路很瘦，然后拖行李这样，真的很像谢霆锋。哇，瘦瘦的很帅，所以是身材的关系。不知道哎，没有，我觉得是气的关系。气的关系，那你以前什么气？以前有一个坏，以前是帅男生的气，对，我就想到这个坏的感觉。现在是散气，是。默默的笑。可以讨论他的外表，讨论那么久。以前就是那种帅帅坏坏的男生，我不敢跟他说话，外表斯文。我以前也不敢跟他说话，他简直是帅到我不敢跟他讲话。太久了，你看，太久了，是真的，我录不下去，我真的是不敢讲。你赶快喝点酒压压惊，好可怕。你最喜欢欣赏他哪一个帅？我觉得他以前真的是，就是有点酷酷的感觉，帅帅坏坏酷酷，就是生人有点无尽。然后你看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还有很多自己的 idea， 然后有时候就很幽默，就是哇，这人真的是在发光。我这样讲一个点，你讲一个小时，就是女生啊，女生对，我们昨天晚上就是这样。那如果我就只讲说他以前很帅，就没有说服力嘛。眼观鼻，鼻观心，气沉丹田。不要再讲。窗退散，窗退散，退。看你有练的表情要盯多久？自以为自己在帅。没有办法被人家受到关注，不要。哇，以前怎么可以？那你以前叫什么车？不要讨论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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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亲民，好亲民！哇，你看他刀脖子的样子吗？我觉得话题一直围绕在他身上，他快要崩溃了。我们就沿路都一直盯着他。好了，这段都要放，这段都要放。这样的话，我要进包厢了。我们要多多端详他一下。关掉，拍死他，继续瞻仰。你要拍纪录片是不是？对对，要多拍一点，一定要。因为五年后的他可能会更不帅。天哪！我们绕进第二集的内容主轴是这个。对，就是他哎。你挡住我视线，你头那么大，我要看前面。走开。我看一下你们到底在讲谁？确定一下。不要关注我啦！好帅。到了耶！要到了！亲跟其他同仁，我们都其他同仁，我们是其他同仁哦。跳过彰化这一站，照片啊，真的，哎，彰化我主场哎，我是其他同仁，没有放你，没嘛，哎，台南哎，台南，除了母亲之外，其他同仁下车啊，哎，母亲下车就好了，其他同仁下一站，安内赫啦，林家彰化同学，林家同学，我们还特别感谢他的，怎么感觉他在羞辱我们啊？对啊，哦，其他同仁，小魔力嘛像十八同仁了，18同仁，小魔力讲
鲜炸人等，虾兵蟹将，臭鱼烂虾，拐瓜裂枣。是是，那我是五千年的拉力跑，那个草地目前十二年两个月。完了完了，世界完了完了，大哥怎么办？没有啦没有啦，怕没嘞？来，其他同学赶快拍掉，拍掉吗？你哎哎哎！这位好同学，凯哥，凯哥，你来帮我搞一跳的，跳跳来了，这酱油，这酱油诶，诶，铂金工艺，铂金呀，铂金工艺弄盖的呢，泥地呢，啊，你那个挂个泥地，要看泥地大吗？太尴尬了，你点那个掉个泥地，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来到哪里呀？现在来到彰化，就是你们最爱买的毒饮拉力。哎，本来是很爱买，现在没有了。好吃。哥，你是彰化人。不是彰化人，你懂吗？还是打算要调来彰化？彰化媳妇了，啊，彰化媳妇，彰化媳妇。那我这次嫁来彰化可以，听说彰化很多那个啊，什么？什么？好了。啊，你几来的？我最哎最大的，对啦，好啦，啊，来讲，哎，讲感谢一下啦，感谢一下啦，感恩之旅啦。而且他，你讲敬一下，你讲敬一下。他很有心，你知道这张照片是甄选的时候的照片嘞，真的假的？是最单纯、最清楚的时候啊。我现在怎么啦？没有，不要这样跟他讲话，上面只有他有照片，好吗？好好讲话，好好讲话。好，其他同仁这边请，其他同仁这边请啊！其他同仁，其他同仁，来来来，姐，我帮你开门。嗨，老板娘，老板娘，露露，老板娘，老板这样子你都不生气哦？老板，老板这样可以吗？叫老板出来。哎哎哎，老板好，大家好。你也在干啥呢？你闷闷闷。你搞个脸红，你搞个脸红啊！好，喂，露露，你哪脸红啊？真的啦，你搞啊！你看到你个脸红，那个，不啦，一边看，哎，陈国清哥握个手，握个手啦，哎，感谢一下，握个手，哎。陈国清说：“我下面给你吃。”哈哈，讲什么啦？你多看，你莫得鬼呆嘛，常常吃。哈哈哈哈哈！报当记者。昨天才挂上去的，偷偷挂，偷偷挂，没有啊，都被拍下来了，哪有偷偷挂？啊，对啊，就是我看到了，好像被闹粉。对对对对对，泼上去，哎，爆料，爆料了，爆料。啊，谢谢啊。再冷漠一点，然后冷漠一点，再冷漠一点。Jessica 还没打招呼，还没打招呼，对对啊。那这样这个点 OK 了吧？可以了，我们下个点是。走吧。对。我们是要吃霸王。哈哈哈。你同学在安内啦。主持人在安内，不要走啊。你有什么意思啦？其他同仁就没有是不是？哎，我是其他同仁，我们没有资格吃意大利面，好不好？那我们其他同仁呢？彰化的在地的帮我处理的。李岩有没有？是是是。李岩包金看到不？只爱食空肉饭，食过30年，才有法度头家帮你留这个肉才水着。嗯，啦好啦，啊，我问其他同仁呢？拍谁？I'm sorry。你主场本来是每个人都有，但是现在这里不是我的主场，不好意思哈、啊，我没有生气啊，我也没有生气，就是要丰富嘛，可以，因为你也是其他同仁。我们一起来互相取暖来，谢谢你，人等人等啊，自己坐在角落哈。哇，李岩哦，哟，包金，你看有没有包金？有没有看李岩个包金？你看，要出发了吗？现在快，上面一个在地的，这个肉很少，一扎等哦。好棒哦，只有一个选项，唯一选项，控肉吧。真的，李岩是什么部位啊？它其实都是一个后水肉的皮旁。可是它取下来的肉就只有一块到两块可以取到这个部位。哎呀，你的还没有来。而且我们这个是闲杂等等，对，这是闲杂等等处理。你的大餐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皮，那个皮怎么了？都有固存太高了。哎，我们这员工餐啊，明星不是吃这啊。哎，这你也嘛包起来嘛吼？哎，对，哎，我未吃到的，哎，那个粉红，哎，它很粉红哎，因为它的酱油不能用我们一般的那种酱油去卤，因为卤了以后会太死咸，嗯，啊，所以就是让它有上色，那有一点味道。哎呦，哎呦，哎呦，是要给我的，给
本来哈。怎么样？没吃过对不对？我被老婆晒哇！对，咱在咱意大利餐厅讲。我等下够肉丸，我跟你讲。阿平，你来，是讲奇怪，那没几碗呢。不行，只能有一口。哎，明明你们都自己订肉圆。我们对啊，我们不知道有空霸本的选项。早知道的话，我们就订空霸本加肉圆。对啊。我们这个肉大概凌晨六点就没。什么？那你几点买的？五点半开门的，凌晨六点。五点半你买回来还这么好吃？为了我们要铺的部位，它一只猪就只有那几块，一定要。为了这个要少一点。你今天五点半去买？我平日为了早上吃比较好的肉都是。都这么早就对了，很高级。你要吃到这种部位，真的是要很早起，很可遇不可求啊。所以一般你们在外面买不会。李岩，嗯。对，你何德，你上辈子收了什么？我那我就跟他同一个 team， 我就有的吃，就鸡犬升天而已，就是这样子啊。哇！五三来了，五三来了，哎，刚出来啊，刚炸好的而已。趁热啊，快点啦！哎，这次感谢祭，我们来彰化就是要感谢这位彰化在地的。来，我们先让他进来一下，先。来，坐这里。哎，为什么？有福利嘛，有福利嘛。父亲是这个哪里老板？老板那个特别。大家都知道。爸爸那个。老板娘有收据是？要请款的，请款哦，请款。这给云星的。对啊。哎呦，老板娘讲什么？出来。眼睛就会亮晶晶。彰化真是有爱心啊！好棒，彰化爱你，彰化爱你。好朋友，对，我们在新竹已经感谢完这个那匹马了，那我们现在来到彰化，就感谢这位在地友人啊。当初是我们刚开始来说是帮助了我们整个那耗子那一集的一个策划，每次都是找他啦，不管要车子也好啊，然后要船什么也好，蛋黄酥也好，蛋黄酥也是，对。新竹有红萝卜啊，彰化有什么？哎，你怎么知道红萝卜啊？他眼线很多，眼线很多，对，真强。新竹的里长跟他讲，我们也有准备一点点的小礼。小礼物来感谢一下啊，我们的感恩之旅，这个谁来颁奖比较好？你想要选谁颁奖都可以，都可以啊。那一个都可以卖给啊。挂上去我那个金砖是吧？啊，我啊，用金砖。小女郎颁奖。哎，跟今天没有装扮呐，没有关系，可以。来，我们用这个奖来。闹着玩之友，彰化的地下里长。李长博，日子名贵，当然。哎，拿完这个不是就结束哦，这是一个重新开始，就是以后我们每次来一样照旧，都要继续做，继续利用再利用，没有不是结束。恭喜你连任啦，连任，谢。然后希望你可以扩大你的业务，不只是画这中画，台中你马上给干嘛画一下，我来台中一定马上管画一下嘞。闹皮啦，闹掉我们，哎，闹皮哎。我今日准备要买新鸟嘞。好嘞，好。你唔免买，今仔日送，好感人，好感人。而且现场过，你穿起来，对，哎，等，无人咧盖疼，你盖疼，你等一下，无人咧盖伊疼，陈木金甲疼一下，疼一下。哎，等一下，叫国青出来看。国青咧，我叫他怎么跟你叫国青出来？你来，海景第一排，海景，好不好？这，你老板你爱看的，你报条你要多，帮我给他，帮你解带一下。这是什么？大家给一块，啊，多掉，哦呦，好，哥还有内衣，哇，你太怕冷了吧？没有看过这么怕冷。好，还有一件，太真的衷心感谢你，这样无私的为我们付出，所以我们请到我们的大家长阿嬷来帮你穿上。哎，阿嬷，这是一种荣耀。那我见你都还没有露脸，这个时候好好露一下。先帮我感谢一下我在地的好友，先给他拥抱一下，跟他拥抱一下，先一个爱的抱抱，爱的拥抱一下，好不好？对对。谢谢阿嬷那个一样底下那个。你帮我给他穿上，帮我给他穿上。慈母手彰显，游子身上衣。
哎，就只有一盘社长专属社长，就社长哦。哇，啊，我不是同人了，是不是？我一见他刚刚讲。说到准备 special 给我，我一定会喜欢，非常适合我的。辣台妹意大利面，辣台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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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啤酒，意大利进口的啤酒，哇，这很香哦 ，special 的 special 哦，你那一条上来，整个香气都窜出来，哇，好香，香都流出来，哦，哇，好帅，好帅，哦，好帅哦。真的是它那个花椒啦，跟土饮不一样，它非常好下酒，味道很又麻又香，然后辣其实是微辣而已，没有想象中那么辣。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水煮鱼版的意大利面。再喝个啤酒，哇塞！哇，好帅，好帅！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小布啤酒喝太多了。再吃一口，再一口，哦，宝贝。宝贝，啊！你把宝贝吃掉了，把宝贝吃掉哦！好烦！鲜味很重哎。嗯。哎，你是不是要多加那个小鱼干在里面？哎呦，会吃会吃会吃！我觉得看起来像拉力，我们之前那个毒饮，但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少了那股酒香，但多了那个鱼的鲜味在里面，没败啊！啊，讲口感好帅哦！好帅啊！哎呦哎哎，彰化代表，彰化代表在吃肉圆，趁它热的时候。你有吃过阿三吗？我只有吃过你们买回来的那个冷冻的。哦，超好吃！哎呦，哎，可以坐，可以可以坐，可以坐。好可爱，好吃，好好吃！哇哇哇！哎，你们如果自己来是不能买肉圆进来这边吃的，不行，不好意思，错误示范，因为自己同学店。对，因为我们包上包场啊。啊，对对对对对，看这边都是我彰化的乡亲啊，不是，是母亲彰化的乡亲。来，哎，大家好，大家好，嘿，谢谢，这些都是大概我超过三十年的好朋友跟老同学，我难得有机会，因为一来就要赌博，他难得有机会跟他们讲几句话，我想诚挚的跟你们说。不要再赢我的钱了，谢谢。不要再赢我的钱了。你肯定是怎位啊？扑克牌塔。哎，啊，你赢过塔吗？太快了吧！人拢灌塔，我扑克牌，难不到人生这么快走到这一个地步。我要来复习一下他们家的意大利面。我跟你讲，博青炒的面真的是有够好吃的。那他做的布条呢？他就是有够白目，超欠揍。天哪，现场版的。毒饮现场版，快点！好好吃，真的，好好吃，真的假的啦？冷冻的也这么好吃啊？你看好吃哎，一样吗？它很完美，你有买那个面就知道，它现场我们冷冻那个面吃起来就是像现成的，一样好吃。毒饮真的很强。真的很强，真的超级强！哇，那个好香哦！嗯，很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哦。它的精髓就是在于吼，它那个黄酒绍兴，对，哦，那个酒精勾勒出它那个海鲜的气味，还有它那个奶香，这样子，它一直这样挥发起来，一直挥发出来。最恐怖的就是它这个香气，你不可能说闻到它的香气之后，你没有吃的，这是不可能。你看那个酒香下来哦，它也没有盖掉其他的朋友的味道，哎，就是奶香的，还有这个海鲜的味道。我没有吃过有酒绍兴酒的，我没有吃过，因为这个毒饮你们都吃了，我没吃过，哎，这是我第一次品尝，你第一次吃，这是我第一次吃，哎，因为直播的时候还没来，我没有来啊，原来是这样，原来长这样的哦。你有没有看到每一条每一个角落每一丝都是这样紧紧的扒着那个酱，那个就是要靠。哦，有没有火，然后又靠，就是用那个方法，然后让它缩汁才可以这样整个扒住。这个只在台湾，不，只在台湾卖，太浪费。还有现在走向国际，我觉得这个阳明国际实在的，彰化之光，这可以。彰化之光。然后我们租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一楼是店面，不合适，哎，不可以耶。就这样。然后就拉那个什么毒饮，全部冰箱哦，买一个冷冻库买摆着，啊，客人要来就煮给他吃这样。真的，我把自己冷冻的事情藏出来。啊，这是要把公牛血吗？对。哦。哇塞！好满足，好满足，好满足。
嫩不嫩，好饱口啊，它的肉真的是超嫩，太好吃了，难得你飙高音了，真的吗？原来你是女生的，真的。他这一份两大块是在开玩笑的大吗？真的，真的不用再宣传了，因为已经卖不够了，卖不够了，不要再宣传了。好吧，那我们就默默的吃。只要我们卖闹开卖他们家的商品，铂金他就会把店收起来，专门在那边一直，真的真的，他都就得把店收起来。他最高纪录分几天了？好像有10天吧。露露，露露，你妈关几天？你怎么？那猪擦温的，温的，不要温的，生气了，接单之后都还没营业，今天也是为了我们才开的。抱歉抱歉，因为我们台北快要开那个分店了，所以以后你们就不用那么忙了，我会帮你们 share 一下。嗯，哦，但是你还是要出货给我们卖啊。哎、欸、哦，哎、欸、那个哦，有反应，这个有反应，特制的，心脏很强啊，心脏很强，心脏很强，心脏很强，哎，之前怎么没有？金酱强在哪里？什么味道？罗勒香，很浓，然后那个辣椒的提味也是提点的，像毒瘾那般的恰恰好处。奶冻很强，奶冻这个不错，应该要有青酱味。我没有吃过金酱。我每次都点蒜香，因为吃饱，但是有一个人他做的那个表情就忍不住在跟进。对，好，这就是美食节目哦，迷人的地方。它的青酱好吃到你真的吃在饱，你还是人家端上来，你还是会去挖个一两口来吃。对。好浓的九层塔味道，哇，我好喜欢。哎、欸，有罗勒，罗勒，罗勒，你谁要的啦？有人叫你讲话了吗？新鲜的啦，花枝招展，你也花枝招展的起来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花枝招展，花枝招展。你完全看不出来眼睛有问题啊，感觉是脑袋有问题，脑袋有问题啊。咱们家跨人在拍美食节目嘛，刚刚就会讲跨人啊，难怪路人都爱看我们录影，因为是从跨人在讲，感觉就好讲啊。哦，你马拉姐。你录这部讲的拢咸哦，无，我感觉无咸，这应该是好食。真的，我等来试看。这个较袂共片，这个较老实。啊，迄个阿强较会共片。我来伊就是安尼。哦，阿强钓到，无钓到。我哪安尼啊？今天呐，老板连流汗都留一个爱心啦，留一个爱心要给木君呐，嘿啦。哎呀，又铂金一个木君呐。哎呀。兄弟，好了，他回家了。老板娘生气气，啊！打的对打，六对八。谢谢拉力，谢谢拉力啊！我跟汉梦先拍照啊。然后等一下，西卡和雨欣也要。不用了，不用，我其实也没有啊，其实不要走这一套，不用再来这一套。我们也算是其他同仁啊。你说刚刚老板。Q 木青拍照多开心！他现在在木青在我这边，哦，木青，谢谢，谢谢。你看，手机在在干，我好像从来不骂的哦，从来没有在跟你合照，是不是？我要拿二来照，来照。没有，他要你帮他拍啊，不能走了。帮你拍，对啊。他请了，他请了，其他同仁的。哎呀，不要笑的啦，阿哥。他也有欢迎其他人啊，还有欢迎其他。那个洪毅华是这样，我们是彰化是2点要开始的活动，他9点半已经抵达现场了。对，他真的很想要当工作人员，他现在已经开始维持秩序了。来来，大家排队摆我后面啊，摆我后面，摆我后面。而且他开始把那个桌子拿出来摆啊，他在摆这里啊。雨婷的，你看。对啊，雨婷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他们两个就是太阳鸡，这么神，我觉得你还缺水。我们太阳出外勤，出外勤。哆来咪发嗦哆发日来日发咪来哆，大家不要对手了。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发嗦啦哩咪哆，哆发哆发。手机、机器、GoPro 充电充好，可是我都是记忆体的。
赶快换好。等一下，一路要一个小时，特别是社长要唱歌了，我很期待，不能错过，不能错过，一秒都不能中断哦。我跟你讲，他一定会跟不上，孩子绝对出包，但是这是他的特色。等一下，你们先看社长在干嘛？平常学会了啊。我好烂啊！你要先想象之后他会，不是老板，对，大哥啦，你抖吧，没力吧，不能抖人民币，抖人民币，阿伯哦，你抖人民币说开始记的行程，阿伯你该技能三十个啊，技能三十个，技能三十个，哎，你靠边，技能三十个，三十个。他是一领三千块，一领三千块。哎，无啦，恁一领八啊五，一领八啊五，一领八啊五，一领两领，马无算卡少。哦，马无算卡少，可以。一领两，马无算卡少。喝完了，不能少了朋友。哇塞！现在最紧张应该是这个家伙了。游刃有余，游刃有余，你都讲对，是鱿鱼吗？比大块，比大块多，连连有余。大豆块头，大豆块头，大豆。到了，到了。哎，三块头没人。嗨嗨，来参加什么？豆豆啊！耶！来参加谢霆锋演唱会的，拜拜。好帅，永恒谢霆锋。你刚刚那句叫什么？你那句他无处安放的颜值，这该死的魅力，该死的魅力。哎，没什么人呢，来嘞，嗨。为什么？好惨啊！不了的人叫我买的。都卖完了。对啊。谢谢大家，哎，真的好感动哦。然后我活动前20分钟而已。20分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没有要唱歌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好帅啊！好帅，好帅，真的好帅！你等一下，不要讲，你那一句词，我不要，我不要，拜托，拜托，要，拜托，人家就是要来听这一句的，我不要，人家没有要要我要唱歌，这个我们自己讲就好，再让观众自己讲下去。好了，不要这样，我要不要脸，我要。来，我们的闹镜，切切切！啊，这一支麦克风是我自己带的，刚那一支麦克风是听说现场的朋友提供给我们的。哦，了解。他看我们在桃园只有这两支，所以又带了两支来。没有，那两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啦，尴尬了。你现在是在跟那一个粉丝抱怨的意思吗？我在跟他说声谢谢，谢谢。啊，老朋友，老朋友，来，赶快把麦克风修好哈，尽量提供有声音的哈。刚刚谁在叫我？啊，第二，第二，出兵哦。你们都有看到的玩吗？有。有没有爱我们？有。现场是彰化乡亲的举手。哇！看到没有，彰化人。OK。彰化出场。怎么样 ？OK。彰化赢了。彰化赢了。哎，为什么没有效应？Hello， 大家好。我就是有该死魅力、口无遮拦的英俊，永恒谢霆锋，严社长。
好，我是 Jessica。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慕晴。Hi， 大家好，我是黄日新。哎呦，昨天在桃园，耗子数了130几位。嗨。今天彰化也要数一下，来来来，我看一下，这很难数。这边大概有10个，这边这样20，这样30、40、50、60、70、80、90、100哦，这边100了。哦，那算公正吗？110、120，有没有了？130，乱算啊！真的真的，140，他一行5个，两行10个啊。OK OK， 你把真的是这样。170、180、180、200哦，超过了！还有前面，还有前面，等一下来，210、200，不要指挥我，我皮感已经被他控制，就算了，你还那分，丢起来了，丢起来了，10、20，你又重算了，大概是都是他，两分了，差不多300-400个啦，超过400人，掌声鼓励。谢谢彰化的乡亲，我跟你讲，本来我们是要卖我们闹粉的这个 T 粉 T 啊，对，今天来到彰化，只送不卖哈。我们没有钱呐，我们没有钱，你不要买。我们没有旅费，要充旅费。已经卖完了，听说已经卖完了。我们闹 T 全部卖完了，对，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买到，对不对？对。不好意思，那可以到台南厂去拍拍看。今天来到彰化。我们准备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哦，精彩的表演，非常精彩的表演。我怎么会不知道？好惊喜哦！你确定有精彩？哦，是这一段，这一段要来了，这一段要来了，开场表演，哇！准备很久，今天来到彰化，主场是耗子，但是今天的主唱是我们的社长严永烈。耗子王最有魅力的男人，接下来我要带来这一首世界经典名曲，号角响起了，笑一个，笑一个，哎哎，有点过啦，哎，不是，他们很听我的话，因为我刚刚有讲说叫大家不要期待，他们真的很期待，没有期待，完全没有期待。你再讲一次，哎，没有人鼓掌啊！讲一次，对，这首世界经典名曲，下一个。还没哦。第一句是什么？吃喝玩乐，准备。吃喝玩乐样样行，因为我喜欢轻轻松松，大家不如打电动，吵架不如炒一盘羊肉。简简单单的快乐，一起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吃饱就来唱歌，唱到嘴巴都干了，既然嘴巴都干了，那就来把杯子干了，要吃喝玩乐就不能少了朋友，嘿又要不要跟我做朋友，想跟我们讲什么？有没有？好想听你们讲讲。哎，这边这边。粉丝会讲。到这边来讲吗？啊，可以啊。谢谢耗子王开了会员的功能，我也非常非常用力的抖内给你们，总金额到目前为止20000多块钱，耗子王。感谢感谢，谢谢你了，谢谢周总，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还有吗？还有没有？不用像他那么浮夸是没关系的，正常讲话。那邻居哎，邻居要讲话。好好好。耗子好好笑。我觉得你比较好笑。我有看过那个综艺《新时代》，还有《闹着玩》。
哇，谢谢你。还有吗？没有了。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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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要讲话吗？我。好好好。我想说，不用管别人怎么讲，或者是在 YouTube 网络上面大家留言怎么样，所有最自然的你们就是最棒的你们。哇、哦，好棒，好棒一段话，好棒，谢谢你，谢谢你。感动感动，社长哭了，社长哭了。感动感动，以后你可以继续这么白目了。哈哈哈哈哈。目击可爱，好，目击可爱，目击可爱。那这个阶段我们来一点互动游戏哦，只要赢了就可以拿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哦。这个好，目前你先选好了。我选他，他头都受伤了还来。请上来，请上来。你该不会他在你刚刚来的过程当中受伤？你怎么了？你怎么勒残的？出车祸。出车祸？那怎么出车祸还会硬要来？因为我很喜欢你们。哦，谢谢。是因为什么原因很喜欢我们？我喜欢你还有默契。哦。哭了。这是什么？我觉得你主持的很好，谢谢，好厉害，谢谢，谢谢你哈，用行动支持我们。对，走路还没有那么舒服，他还是来到现场。真的，我真怕等一下他游戏输，礼物也送不了，那就很尴尬，真的就要哭了。不会，体力很好的，帮我数到三，跳一个，我看谁跳的比较好。好，三、二、一。哦，这边是那个妹妹跳得很高，哎，真的吗？是，哎，我马上麦克风一拿，救人队伍挥手了，那就是你啦，哎，各位大哥，哦，啊，哦，云星粉嘛，哎，哦，这张，哇，你今天这样子修图修很大呢，没有啦，跟本人哦有差，嗯，哎，有人拿健保卡跟我挥手，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健保卡跨了？啊，哦，啊，那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个不选他，这个不选他不过去啊！你好，同学，你从哪里来？和美。然后你是几年级？一年级。那重点是你的名字叫做是？黄浩翔。黄浩翔啊，哎，一个浩翔。号角响起，浩翔哦，掌声鼓励起来。他一出生就是巨星哦。你有问过妈妈说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没有。妈妈，你为什么取浩翔？你有去给师傅算过还是怎么样？没有啊，就是怀他的时候看你的节目就很欢乐，所以就会希望他也爱我。真的假的？哇塞！我可以跟你一个拥抱吗？妈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我怎么当？浩翔合体，浩翔合体。哦，哎，你入选了，这边这边，所以现在妈妈只有生你一个嘛，对不对？还有姐姐，还有姐姐，那你如果再怀第三胎，我觉得可以叫脚起，号角响起嘛，脚跟号响已经有了，有了正脚跟起，哈，黄脚起，黄脚起，黄脚起，他如果姓蓝就不太好，对吧？没事没事，还有姓黄，小朋友的家了，换你选了。我选，我跟你讲，这个不选他也说不过去。哦哦哦，这个特别从台北下来，对对不对？而且他一路上都帮着我们，而且他都当我们的第一位。哎，小心小心，可以吗？可以，OK 可以。好，我怕我不太行。我靠！你会不会讲啊？还有我啊！一起嘛，一起。你当初在拔萝卜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我们才这样讲话，非常熟。那他一路跟着我们。那像大家如果今天有来排队，都知道他第一个，你是第一个来。应该也不见得是第一个，但你最早很早就来了，九点就来了。他昨天在桃园场的时候也是很早就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跟这些我们选的这些好朋友一起玩个简单的游戏，剪刀石头布。你在，哎呦，地板动作，哎呦，剪刀石头布，可以，可以吗？啊，他受伤了，对，他受伤，你开玩笑，手你用手，你用手啊，你要用手，用脚，用脚，剪刀石头布。哦，所以恭喜，石头对剪刀，来，我们送你获胜的小礼物。那上家恐怖的照片啊，你不丢你啊？你还在干货？我来讲哈，这个是我们去年前年的吗？我们去垦丁拍的那个年历，然后毛片，这年历就是放在七月的时候的照片。对啊。
这个就应景哎，我真的很七月的时候可以去丢的丢。七月的时候可以辟邪啊，啊，平常可以避孕哈，可以传好。连好兄弟看的都会怕，你阿姨我看谁家的，你让你中华人你几的？谢谢你哦，谢谢你，小心啊，小心，谢谢。好，下面一位，剪刀石头布。哦，对，谢谢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跟你爱的抱抱，好，谢谢，谢谢，谢谢，很少人会比我更逼急哦。好好来，等一下，等一下，你是彰化人吗？我台中人。哦，台中，台中过来的也敢来？对，哦，下班要带过来。剪刀石头布，来这，剪刀石头布。两位一同逼机哦，厉害哦！来哦，啊，剪刀石头布哦，对，赢了！谢谢你啊，谢谢！哎，黄雨欣，剪刀石头布，讲好了，我没有讲好，谢谢哦，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呦。浩翔对浩翔哦，来，浩翔的对决哦，浩翔，你知道怎么跳吗？剪刀，剪刀怎么弄？哦，石头布，好，雨伞，雨伞干嘛？雨伞拿起来，好，来哦，来准备哦，剪刀石头布，哦，阿贝，哦。也等级卖款好不好？对啦，闹着玩退订好不好？哎，安尼啊，去为阮去阮乡亲拜托的。刚刚是暖身，我是怕他不会。哎，弟弟要哭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是暖身，暖身啊，练习，我们可以练习一次，再一次啊哈，好。他待会应该会出剪刀，以我对他的了解，好，来哦，来哦，嗯，好，来，剪刀石头布，好，我揍他坏坏，你坏坏，你坏坏，不是已经跟他讲完暗号了吗？你说什么？他欺负彰化人，我欺负彰化人。我跟你讲，欺负彰化人哦。对，但是闹着玩还是要看综艺，大吉友就不要看。弟弟，我跟你讲哈，我们的比赛其实是五战三胜的，所以我还没有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只会出布？那如果是的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只要开布装的，哦，布装没有布锥，了解。怎么样？好，我们再一次，好，来哦，正式喽，好，预备，开始，剪刀石头布，哇！恭喜你，太感人了，浩翔，你赢了。你希望是他颁奖给你吗？好，对不起，对，我先收回来。不要得罪我们的粉丝，他叫浩翔，好吗？我知道，对吗？那你帮我问一下，他想要谁送呢？你想要谁送给你礼物？浩子。啊，浩子，对不起，我刚刚赢太多，拍手。来，这个雨伞送，先给你这边。啊，这边有我们的贴纸，还有我们的照片，这样。啊，不好意思，这里面有阿翔。不，还是我把它撕掉，拿我就好的。不要，也是喜欢他了哈。OK， 谢谢你哦，浩翔。再过滤一下。把我们的名字变成小孩的名字，希望他也可以带欢乐给大家哦。有哎，他刚带了好多欢乐给大家。好多欢乐，真的是这样，你好棒。那后面的那个，有很多奖，闲杂人等。浩翔以及其他人，同仁，谢谢，下一位，来下一位，来，哦，洪玉华，哦，来哦，好来哦，这天字第一号粉丝，我讲这变真的啦，哈，这真的变真的，哦，恁家己画，好，来哦，预备哦，剪刀石头布，哎呦，剪刀石头布，哦，今天赢，没有放水对不对？没有放水，来，我想要看。你怎么这样啦？啊，
我一直以为你都比较喜欢我。我看这个都给你好了。你就大公哎，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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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他这么喜欢你，对，他其实私底下他那一天来，他有跟我讲，其实我喜欢他，但我爱的是你。好了，了解，我先等一下。他在桃园那一场，他说他的心愿就是希望你给他公主抱。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两个合力，你好好讲话，你好好讲话，我们一定要一起突破难关，好不好？突破难关，你觉得找社长一起来承担怎么样？毕竟这个团队是他创立，一起才算嘛。我们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西卡，西卡，麻烦一下，麻烦一下。好，谢谢玉华，谢谢玉华，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我们很熟才这样嘛，因为我们非常熟，好。我刚刚这样算，至少也有300人。我说应该不止啊，不止啊，真的，有500了，有500啊，300至少有100多，哇塞，这是主场优势，哇，母亲主场，你看，母亲主场，没有没有你的主场，没有你的话，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我的话，没有他，谢谢彰化的乡亲，好爱你，吃完了，谢谢。刚刚其实那一种有百感交集，因为那个时候。我刚那一个同学刚好也有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那个同学在上八卦山，那时候很彷徨，很想当艺人，很想要表演，很想要唱歌这样，可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未来在哪里。就从八卦山上往下看，就有一天我一定要开一台名牌的车子，在山下这样子，在那边绕绕绕这样，然后买栋房子这样子，要很强啊这样，总有一天我要当 super star。你现在已经是 super star， 只差开名车了。刚好我问一下大哥，他这台游泳车刚是宾士，对，有没有？而且司机也请好了，对。我坐那么，我那么多屁股，而且我痔疮也不好坐。又讲痔疮，不要讲痔疮，开心呢，很开心。虽然不是 super star， 但我们现在有很多粉丝这样愿意真心的爱我们，支持我们。而且我觉得刚来的粉丝很感人，真的真的，尤其那个叫浩，把小孩取叫浩翔。但我刚刚一直很想问你们，你觉得他小孩长大会开心吗？不是，他小时候就不开心。对，你看他刚刚脸就已经不开心了。他知道怎么做效果，很知道。知道做效果，他真的不笑，他都不笑。面笑匠，耶哇！粉丝见面会，好开心，好开心，真的见到面了。看到没有，彰化的乡亲，彰化的乡亲，彰化的乡亲，看到没有？太可怕了！彰化的乡亲，耶！谢谢谢谢，动着挖 GD 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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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龙跟酷龙，大哥，你觉得刚永烈的表现如何？圈粉圈圈圈！以后我不唱歌了，我要成为他专业的伴奏，专属于他。爱你，谢霆锋，有没有谢霆锋？爱的，懂不懂？真的是有一种红感。我讲那句开场台词，我真的，疯狂跳，你他真的跳，他真的把一整串讲出来。对，那句叫什么？不要再讲了，我就好不要脸那个亲切了。大侠哥，爱好，真的好勇敢哦！爱了，爱了。来了，恭喜了，恭喜了，老爷！哎，我们跟这个老爷真的很有缘。对呀，对，我们去礁溪有一座礁溪老爷啊，台东也台东老爷，台南也有台南老爷。第一次入住呢，台南老爷。你看他，其实他这个设计其实真的是蛮酷的，这整面墙都是文创商品啊，文创商品很有质感呢。这个真的有台南府城的那个电梯都是有设计的，你看，哎呦，哎，这边很气派，花窗的感觉，嗯。它这个饭店其实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就是楼下就是 shopping mall， 这样走到后面，你早上如果起床没事，你就可以到 mall 啊吃饭，然后逛街。哦呦，这是摄影棚是不是？哪嘞？不是啦，你不会看到那是可乐果哎。这边都有那个展览，现在是在展可乐果。这是可乐果哎，可乐果，好可爱哦，这是可以做的。这样子很流行。哎，这个主题好适合我们哦。哎，你坐上去的时候会有卡兹卡兹的声音。然后什么都放进去。
吃陈暖芳的声音，哇，好可爱哦、喔！会强迫人吃宵夜，好可爱，很可爱耶，我喜欢哎。然后他其实这个画面，其实是因为他，我其实是跟可乐合作，然后他那个意象其实就是用可乐只是那种铝箔包装，嗯，就是象征他那个铝箔包装，然后在那个、哦、对，然后粉红色这个很像是舌头垫子。哦，这是舌头、哦，舌头在吃可乐果。以前的时候就是边吃可乐果，然后可以想象自己吃，因为可乐果真的很脆啊，这种它会有脆脆。有趣有趣有趣，每一层都会有一个主题哦。这一层的话就是用食，就是食食物的欲望的一个主题。哦，食欲。对，然后下面的两还有不同的主题，但都是跟食有。我跟你讲，它这个就是听说呢，每一个楼层都有它类似各自的展览厅的一个感觉。嗯，我们明天早上可以来走逛一下。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楼层现在是这个可乐谷，你们的房间要介绍的，好像有一个主题概念。我们进房间看看。好，好，第一间入口就是了。入口就是了。我们的房间就是可乐果房哎、欸，不好意思打搅了，打搅了，打扰了。哇，有饼干，好好哦、喔，哇，哇，你看，哇，抱枕，抱枕好可爱哦、喔，哇，哇，好可爱的抱枕，哇，好可爱哦、喔，你们是可乐果，你们那个是假的啊，这没有真的、欸。你酒醉了是不是？这样太清醒了，好不习惯。第一间的话，这个概念叫 It's My Way， 因为其实可乐果就是去年刚好50周年，然后邀请到我们的就是行走的费洛蒙瘦子，就是作为代言人。然后在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瘦子就是一个非常做自己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房间，我们就是想要以实验的概念，然后因为包含可乐它的螺旋形体的饼干，都是经过他们创办人就是去做实验做成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设计了一个小小游戏，大家通过投资。就是可以最后就是到这边，然后就是可能我们这边房间里面有设置一个专属自己可以在房间玩的调酒。那个所以这是来调酒了就对了。对对对，没错。哇，这一杯喝下去不利亚嘴了。哇，也有屁股哦哦哦哦哦。自动的呢，哇。哦，有木的，让晚上很像夜店，对啊，夜店风，好趣味哦，好趣味，哇，台南的老爷做得很新潮哎，我这个人很简单，有瘦子我都有瘦子就好，我这个人也很简单，有瘦子真的都好，对，哇，这是咖喱的爱吗？对对对，因为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在讲台湾味，哇。抓地条了，有没有？抓到地条了，游戏王了。哎，你们看人家蛋糕很有诚意，要不要来看一下？这个蛋糕很酷哎，温奖蛋糕，你从哪里找到的、啊？因为我很乖乖的阅读他们的这个卡，他们说有些东西是送我们的台湾味温酱蛋糕，我就去冰箱了。温酱蛋糕，温这个酱，然后还有这个按三下香气四溢。按两下，齿颊生香。哎呦，这个东西太难了。可乐果的加口感的，这个很有诚意耶。如果我自己来做，然后我看到这个，我来看一下。我想知道它的香水是什么。好，你喷在身上。那喷你。你喷这里。OK。没有吗？不会是甜的吧？真的是喷在甜的。哎、欸，这个。那个汽车旅馆可以跟进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点呢，而且不是很甜那种甜。你看，是你这边。好哎、欸，好奇怪哦、喔，好久没有被甜了。好了好了，电哦，电电。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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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时候会吵到别人，但是今天没有别的吵。Gentlemen， 为大家介绍我们今晚的调酒师怎么称呼？咪咪汤，咪咪家。先喝一点特别的东西，来了。大会我来了，茶米酒甲青鸭就对了。对了，青鸭来。你伫阮来之前，你看倒一集？你讲。看你们一小时喝一杯小，你们现在要不要再打开手机要计时，对不对？一分闹钟提醒。我们调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喝一杯，来，你手速要够快哦。你要紧，你要紧哦。哦，马上要。我有人来啊，我有人来啊，我来讲。你下杯一分钟补一个人来啊，来啊，来啊。吓你，哼，就怕你摇得太慢啦。哎，这感觉就好诶，这像伫咧外国的酒吧。哦，对。哎，时间到喂。老板一直讲。哎，时间到。哎，时间到。哎呦，啊，58、57。哦，今仔就这个。哎呦，哇，这种摇法，你看。它是用夹的呢，很灵活哎，很灵活。为我们调的这一杯叫做什么？叫做是什么？奇亚，奇亚，啊，奇亚，那也叫奇亚，行啦。养乐多的颜色的感觉。哦，这个吊机啊，那拎的，那水泡的，真的有奇亚。哎，你看，好可爱哦。哦，还能限定哎。哇塞！啊，好 local， 这好 local 哦！啊，这是爱安娜的龟的玻璃哦啦，不是啦，你要个铁那个杯啊，爱铁杯，他们要铁杯啊，哎哎，啊不，你当然要配一杯的杯，真的哦，哇，够水！对，你这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钱啊，你这都包邮啊啦！紫苏叶够挂名，哦，紫苏啊，哇，可乐果，明仔开啦，今仔日给你穿便便啦！哦，没有，好好吃哦。哎呦，紫苏，你还要给它加点咸咸的气味哦。嗯，哇，酒会干净干净啊。哦，梅粉呐。高了，喝下去了。那高了，高了，高了，高了。不要配酒呗，不要。打了，完蛋。美苏，那那啉奶酒了，有一点点奶味呢。养乐多。加那个莎莎雅。哦，就是工人的配方啦，对嘛，啥啥呀啦，对啦，那就是一组啦，好不好？阿碧啊，男啥啥呀啦，哎，很好喝，你们看，哎，这个女生会喜欢，没卖衣服，我看今天没卖，下一杯啊，哎呀，这蛋你是嘞，你已经误点，你已经误点了，你知不？我拢冇打，拜托哎，啊，干啦，哎，还有。会像吗？蜜牛，你们一个小烧心的，那个哪里浓烈了？我看你们那个很猛哎，才想到这样子。对呀，我们都喝红酒类啊。龙须，我们跟你们道歉，跟你误导了，不好意思。是醉汉游高雄吗？醉汉游高雄，今天醉汉游台南。哇。他们很喜欢这个系列，真的、哦。喜歡啊、他当着酒吧主管，当然喜欢这种系列。哎、啊，十九，好紧张，好逼人，好逼人哦！不要这样太逼人的啦。三，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警告，干杯！干杯！哎，我们在台南闹剧，开心。谢谢你们哦，哎，跟你们干一杯，谢谢你，谢谢，没有你们怎么会有闹着玩？谢谢，来啦，来呀，哦，来呀，无够几分钟都来啊啦，叮叮酒啦，茶酒，哎，茶你无做饮者，你是？你行叮啦，我咧无饮酒，叮酒，你也是哦，你赶进度啦，伊讲六卡啦，六卡啦，这有更卑鄙吗？但紫苏的香气很重哎，乌龙茶加桂花，还有苹果汁去煮的一个东西，有，然后加琴酒，有加紫苏酒在里面，就是紫苏酒。对，因为它紫苏的香气很浓，还有一点咸咸，有加那个盐。有，后面的尾韵是咸的。我那。感觉来人家酒吧咧气氛足紧，因为你这个混打，你知道吗？我今麦混三季啊，我坐来三分钟，我就混三季啊咧，我感觉神经。你会惊哦，你会惊，都带出来，我唔敢来惊你。哦，这美术刚来这个日式料理的餐厅，好不好？吃了一口，
用紫苏叶包的那个尼基里这样，哎，安尼啉落了，规拢紫丝，拢紫，拢紫丝的香味。我真歹，我刚刚目睭踢无出。我刚刚真正目睭踢袂开，有够紧，有够紧的。好，安尼会使。来来，我，你稍等一下啦。哎，你稍等，你先紧啦。头一点啊，结啦。拍者，我隆重跟你道歉。哎，刚好我们闹进来到台南，就是拄啊拄到咱咪咪，啊，咱咪咪拄啊好，拄啊好生日，有家里好的代志。祝你生日快乐！气球馆，祝你生日快乐！气球馆，咪咪，来来来来来，你不要听，你不要听，来干杯啊！来来，我干杯啊！可以。阿贝，你叫脆蛋，寿星叫脆蛋，你看，阿贝你的喜气，哎，啊，你的生日派对，你们小酒嘴，你敢看吗？调酒师的生日派对不要随便去耶，没有三两箱，不要上生日派对。我们运气也非常好，然后呢，闹进的这个一路上呢，可以遇到这个舒服的饭店，啊，感谢这个老爷行旅这样的赞助，哎，哎。哎，你哪讲哪咧？害咧害咧，是安怎？还好两个都睡着了。你哪讲我爱舔麦克？好，麻烦准备。所以呢，我们特别感谢啊，这次的这个老爷心里的一赞助了啊啊！期盼我们今天晚上睡得舒服。那么明天呢，继续的往南走，喂，孟坤你喂，喂，明天继续往南走，好不好？要一路到恒春这样，好不好？那我们明天见喽。哎，晚安，耶！谢谢咪咪啊。这节奏我不要多心机，惊到。你看这边从六楼一路到九楼，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主题展。那本身就是这个艺术家就是陈心，他是一个客家师傅，就是把他们当时在节目的菜，跟他当时就是会收到的一些物件结合在一起，然后带大家进入场里面，超超贵，超贵圆形的，超贵。长这样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比较都市人比较少看，哦，好酷哦！第一次看，你只知道吃，我只知道吃而已。